没看见。苏玉，我很担心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来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来找你。顾总，我们的人接到乔小姐了。好的，叫他们把乔麦带过来吧。你继续稳住苏玉那边，别让他跑了。好的，顾总。苏玉在哪？乔麦。是我。你的养父母，一个叫王丽，一个是乔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父亲。也是顾曼曼的父亲。你跟曼曼是双胞胎，从小家里穷，养活不起，你母亲把你送养出去，你姐姐留在了家里，这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后悔的事。我的父亲只有乔泽一个，你算什么？你到底把苏玉带到哪里了？快告诉我。麦克斯集团董事长苏玉先生借考察投资小林湾为由，肆意殴打当地村民，逼迫村民卖地给麦克斯集团，具体情况正在调查。洛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您现在在麦克斯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，股价因为您殴打村民的关系已经快跌破谷底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小林湾不能待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站住！董事长，现在可能走不了了，顾总想见你。他的消失跟他的父亲顾天林有关。你到底把苏玉带到哪里了？快告诉我。苏玉，再过几个小时麦克斯集团就是我的，想必那个时候他也会跟你姐姐一样想不开吧。不行，我要找他。爸，您回来了。你和苏玉的关系怎么样？找到下手的机会了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过来。顾家还得东山再起，你得利用苏老爷子跟我们的交情，嫁给苏玉，在他那里拿到那个 U 盘。不行，苏玉这样会恨我一辈子的。你是我的女儿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够了。你姐姐就是因为她而死，你还要帮她？你和你姐姐一样不听话。我姐姐真惨，遇上你这么个父亲，她是被你逼死的。你知道她有多喜欢苏玉吗？你居然逼她去偷她最爱的人的东西，你就是个禽兽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利用，你还装什么好人啊？把她带走。别碰我。我明白了，洛达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说吧，和顾家认识多久了？是人就会想往上爬的那天，顾总给的好处可比您发的那点工资多多了，早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你们想要的，应该不只是弄低麦克斯的股价，然后低价回购吧？还想要什么？说说看。这个的秘密。拿股价威胁我？这个 U 盘的价值，你不会不清楚吧？那如果加上乔麦呢？肯。行，带我去见他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快点打电话给苏玉，让他把 U 盘密码说出来。我不要。住手！多少？密码是多少？顾总，都躲在这儿等了这么多年了，再等等吧。啊！给我打！
密码多少？密码多少？你要是现在收手，我看在乔麦和顾曼曼的面子上，我还能留你一部分诚意。你拿什么跟我来谈判？再等等，再等等，等什么？我在等三个声音。顾总，你看，麦克斯的股价被林氏集团全部收购了。什么？林总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麦克斯所有的股票，我们林家全收了。动起来啊！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们是嘉言集团的人，苏总说你可能会来小林湾，会有危险，让我们过来跟着你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。好，把那些人交给警察。肖小姐，这边走。我能走了，爷爷。我来吧，您先休息。爷爷，你才刚做完手术，怎么能这么调皮呢？爷爷，医生说您再静养几个月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那鬼门关都走了几回了，还是没能进去。看来我这把老骨头啊，算是熬到看见你们俩结婚。我可没打算和他结婚。什么意思？曼曼，你什么意思？他都没和我求婚啊。你小子，听见没有？你还要曼曼提醒你啊？啊，打你个臭小子！爷爷，你放心吧，求婚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什么？能。都坏成这样了，你都修好了？那当然，花了我不少时间呢。啊，没看见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和苏玉一定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。我向你发誓，会像亲人一样守护你，和你一辈子永远不离。